哎呀，你都不知道这工作有多烦，真的，我都快让我烦死了。哎，对，你那个设计技术是跟谁学的？和你。啊？什么工作呀？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工作。你先坐会吧，这里比较舒服。你不要害怕，这是我的工作，来坐吧。我不是神医，我就是神医。如果我跑向北方，你会来杀我吗？我不会，但有人会。我的生命，我的时间，我的文件，我的生命，你会不？不，我不会。他们是机密。但你是警察。我没有看，是我也不想知道。你是否错杀过人？